其实这件事呢，我觉得你别顾及我们，啊，主要看你自己。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，你做了决定，爸爸就会支持你的。不管你妈妈她心里再难受，我们再舍不得，也会为你考虑的。嗯，孩子，关键的是你要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。 说实话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会追到北京来。惊喜吧？惊贺。我问你，这有必要吗？你回北京找你的女朋友，我就不能来北京找我的男朋友啊？薇薇安，我们两个都是成年人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跟你之间不过是寂寞的时候一段相互安慰，抱团取暖，搭伙过日子。这和爱情没有任何关系。男人可以用女人来排遣寂寞。 满足生理跟生活上的欲望。But I'm a woman， 我不行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你爱不爱我呢？那是你的事儿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吕晨有女朋友。Anyway， 你有女朋友。 干嘛招惹我？我没招惹你啊，这种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况且现在是你不遵守游戏规则。我是女人，我不想遵守男人的游戏规则。So, what do you plan to do? 跟我回美国。不然，我就去找你的女朋友，把我们的事都告诉她。啊。 我有他的电话号码。 Take my word for it. Vivian. Let me tell you directly and sincerely. If I really go back to this, I will not stay with you. Because I do not like you. I did not love you. So do not push me again. 走吧，走了我就把它全吃下去，一了百了。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I'm crazy for you. I'm an eat. Definitely, you're really crazy. Yes. But I tell you, this is so bored, meaningless. Do not scare me. 你不去洗澡啊？坐在这儿干嘛呀？走啦！走啦！ 想我了吗？想了。想哪？丽媛，我累了。嗯，那我帮你洗澡，帮你按摩。我说了我累了 ，Just leave me alone, OK？ 丽媛，你等等。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
你想让我为你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你做，你可以走了。终于想起我来了，男朋友来了就把姐妹给忘了，重色轻友的家伙。你会聊天吗你？我这烦着呢。又怎么了？吕晨想让我去美国，我妈不想让我去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那你自己怎么想？我当然希望两全其美了，我妈又不生气，我又能跟吕晨在一起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吕晨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而且他真的值得你为他这样付出吗？值不值得我真是没想这问题，但我发现我现在跟他真的存在很大的问题。你看以前他什么事儿都迁就着我，现在我想这样吧他就想那样，我得迁就他，我得听他的，要不然他就不高兴了。你说是不是因为分开时间太长了，还是我太狭隘了？觉得吧，就你说的，分开时间太长了，然后你们两个可能得慢慢适应。那以前他刚毕业的时候去实习，他也走了挺长时间的，那时候回来一点都没变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怎么这次就变了呢？是不是人长大了变复杂了？有可能。哎，不过小可，你真打算跟他去了？你可想好了？到了美国，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有问题，吃亏的可是你自己。别想了，给你做个面膜吧。那我洗脸去啊。嗯。你干嘛去啊？Your girlfriend? Yes. 我不让你接。关机了，可以吗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喂，喂，请问你是邓小可吗？哪位啊？我是吕晨在美国的女朋友，我叫薇薇。我们已经同居快一年了，我很爱她，我可以为她付出一切，我希望你能放弃她。别逼我，我很脆弱，也很疯狂。你谁啊？你有病吧你？你刚才给吕晨打电话了吧？她没接。我想你一定不想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吧？等会儿发张照片给你。你这么聪明，一定会明白的。
你在哪儿？在家呀。你在哪儿？在家呀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你睡吧。今儿还这么早？我早上起来嗓子特干，喝饱酒，去便利店买点水，这还没开呢，两手空空回来了。来的正好，今天带你去个地方 ，surprise。怎么了？啊 ？surprise。喂，什么事儿？喂，超哥，您在哪儿呢？说吧，你什么事儿？那个上海的曹总来北京了，今天晚上有一酒会，请柬在我这儿呢，我怎么给您啊？跟他说没时间，给我推了吧。哎，那个，我这还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，要不我给您送过去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没时间，改天吧。哎，小伙子。哎，又来了！哎，大爷，哎，今儿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女朋友呢？她有事儿。啊，想不想割草啊？今天啊，我有点事儿，你给帮个忙。行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高中的时候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小可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会嫁给我，是吗？嫁给我，好像要下雨了，先回车里吧。小可。想好，算拒绝我了。
小可，我没那么多时间等你。小可，我说了，我没那么多时间等你。喂，我是朝哥的朋友，小李。朝哥病了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过来看看他。我知道了。哎，行，我等一下把地址发给您。路边停一下吧，我有朋友住院了，我要去看一下。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随便。帮你的吗？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林。哎，行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哦，刚才有一男一女来看你，这是他们给你送的水果。一男一女，嗯，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哦，谢谢。嗯，有事你叫我。一男一女，谁呀？一天没吃东西，饿坏了吧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吃甜品会心情好，所以你看。蛋挞、曲奇，啊，反正全都是甜的东西，吃了一定心情好。好吃吗？但我怎么觉得你吃了也没心情好啊？还刚开始吃呢。小可，咱俩一块儿去医院看那男的。谁啊？朋友。普通朋友。认识多久了？一个多月吧。一起吃过东西吗？嗯。那跟他吃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比跟我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更
更开心呢。你想脱了？但愿吧。你喜欢他？你干嘛呀？这是？你喜欢他？你喜欢他？听懂了吗？我说你喜欢他。我们真的只是朋友。小可，我跟你分开两年，我不想臆测太多，我不想把你想得太坏，但我需要跟你坦诚，否则我们六年的感情 ，bullshit， it's nothing， you got it？ 那请你坦诚地告诉我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去了哪儿？你不能接电话呀？你去哪儿住了？你不能告诉我说要你住家了？重要吗？重要。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以后只要你打电话，我第一时间回复你。我在外面住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住的，可以吗？没有坦诚的话，那还怎么继续？坦诚？我哪儿不坦诚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哪儿不坦诚了？昨天他没事吧？谁啊？没事。不想说太多。我不想伤害我们六年积累下来的感情。我们这两年是变了一些，可是我觉得那都不是问题，我可以改，我为你我可以改。可是有些事情我忍不了，我不能接受，你明白吗？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？过不去。我明白了。或许我们两个都不是六年前彼此心里那个最完美的他了。从始至终，你小可都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明白吗？顺风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哎，您是邓小可吗？您上次在机场丢的那块石头找到了，您抽空过来取一下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
喂，陈总。我的生日 party 马上要开始了，你快到了吗？哟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哎，喝杯香槟。佳琪，过来。陈总好。你好。陈总生日快乐。陈总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女人啊，真是年龄越大越不愿意过生日。是啊，谁不希望永远停在十八岁呢？那陈总的气质可不减当年啊，而且女人有一些年纪，气质和谈吐都不一样，才越来越有魅力嘛。对对，你说的这些话呀，我都听过。谢谢陈总。可为什么在情场上，淑女总是敌不过小女孩呢？那是因为男人太没自信了，遇到成功性的女人，他们习惯性后退。对呀。要是遇到自信的男人，才懂得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有价值的，对吧？来，谢谢。陈总。生日快乐，谢谢。陈总。生日还没结束，你要干嘛去啊？陈总，真的是太谢谢了。不好意思。哎，好。女朋友在这儿。怎么了？这是要走啊？啊。蛋糕还没来，再待一会儿吧。就是。聊什么了？没聊什么。蛋糕来了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生日会。都说过生日的时候许愿会很灵验，那希望我现在许的这个愿望可以马上实现。许好了，好漂亮的蛋糕哦！陈总，吃蛋糕。
们要给陈总一个惊喜，让陈总在这个最豪华的套房里度过一个生日之夜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彩箱里呢有三种彩球，红、白、蓝，但是红的只有一只啊。如果谁抽到了这只红的，就为我们的套房买单，怎么样？好。来，我们先来了啊。哦，白色。什么颜色？顾问是你吧？嗯，你猜猜，是你。嗨，恭喜这位小姐抽的红色彩球，为我们5000元的套房买单，掌声！可以刷卡吗？可以。吃蛋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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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蛋糕。一会儿过来。付得起吗？要不要我帮你？知道你有钱，几千块我还给得起。还是我来吧。给我。陈家的黄金之夜，轮不着你付钱吧？知道男朋友是干什么用的吗？就是给自己女朋友付钱的。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。我不但要给陈家付房费，没准我还跟他共度良宵呢。反正我跟你已经结束了，我现在对你没什么兴趣。我帮你付这个房费，就算是对咱俩游戏的一个补偿吧。躲什么呀？游戏嘛，玩不起啊。东西给你放哪儿啊？沙发上。哦。帮我要一瓶香槟。嗯，现在送上。哎。喂，不用了啊，谢谢。哎。我想喝酒。别喝了，咱明天上班呢。那你陪我聊会儿天。哎呦，都累了一天了，咱能歇会儿吗？就聊一会儿。来。行，聊一会儿啊。海潮，哎，每天我回家的时候，房间都空荡荡的，很孤独，很想有个人能陪着我。咱能不演琼瑶戏吗？抱抱我吧，妹妹。听哥一句话，咱俩歇着，再见。站住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回去睡觉了。那你跟我上来干什么？你喝多了，又拿这么多东西，放心不下，上来看看。我没有喝多。哦，那就是我多虑了。在这歇着，拜拜。邓小可为什么会泼你酒？
站住！你这份文件是怎么做的？完完全全不是我要的东西。邓小可，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工作了？我重做吧。重做？客户的时间你耽误得起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文件做不好，不要来见我。给我的到了啊！徐总，徐总，你好。哎，衣服越来越漂亮啊！徐总，好嘞，可以。哎，你好。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天开会的内容，下周就是本公司的季度表彰大会，每个部门都会评选出最佳员工。经过这一个季度的考察，我们研究决定最佳员工的人选，邓小可，恭喜你。小可，跟大家讲两句话吧。说两句。这最佳员工怎么落在邓小可头上了？他才来多久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人家后台硬呗。你是说他和陈家的关系啊？他不光跟陈家的关系好，跟徐岩的关系也不一般呢。好了，走了走了。哎，走喽，上班吧。喂，陈总。